撤席，请宾相、伴娘、御手品尝新人食物，熄灭烛火。 说吧，有什么事？还记得今年春天吗？我第一次见到你时，你正在对鸟说话。 子成，你怎么了？子成，我家兄长已经成婚了。你什么时候向我家求婚？ 我是进过牢狱的人，那又怎么样？大家都知道你是冤屈的，脸上的印记是永远也抹不掉的。那只是表面，人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表面，我不可能去向每一个人说明。 仲尼，又想什么呢？
臣妾不知道，臣妾是李儿命名时，君上曾恩赐李鱼，李儿现已成婚，君上却不能返回自己的国家。 都请回吧，你多保重。好，夫子，不知您已经起来了，你要走？ 受夫子教诲，我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。本不想离开夫子，可家中父母年迈，我应该回去奉养他们。吃过饭再走吧。不了，公爷长。 就此向夫子拜别了。你走得太急，我来不及准备送你的礼物。 这些检测本来准备让你拿去学习的，就送你作为礼物吧。多谢夫子了。子成。 他们，明白了。公冶长，饶儿，你们过来。仲由，你们都过来。
宫野常为什么走，你们知道吗？知道一点。知道你们不告诉我。是子长不让我们告诉您，我们答应了他，就得信守诺言。可你们却没有想到，如果今天不是被我碰上，他这一走，或许会终生痛苦。宫野常，一个人脸上的印记不会损害他内心的品德。人应该重视外表，但更应该重视内心品德，你说对吧？可你为何如此自卑呢？宫野常，你缺少一种精神，一种勇敢的精神。这一点，仲由做得不错。不过你也不要过于高兴，有时你的勇敢夹杂鲁莽，近于匹夫之勇，今后应该去追求君子之勇。真正的君子对已确立的目标应该以一种勇敢的精神去追求，任何时候都不可退缩不前，就像我们对周礼的追求一样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能失去信心。宫野常，我看中你的品德，不在乎你脸上的印记。你有众多同学兄弟，他们都会热心帮助你的。我等着你尽快请人前来求婚。之君轰于外邦，不能归国安葬，这是鲁国的耻辱。我一直在想，鲁国历来以尊重周礼而闻名天下，可为什么一再出现践踏周礼的行为？难道执政者都是些不懂礼仪的蛮夷野人吗？不是，今天我要告诉你们，欲要在天下推行周礼并以礼治国，需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根本，这就是仁。夫子，什么是仁？仁者爱人，爱君上是忠，爱父母是孝，爱兄弟是悌，爱朋友是信。总之，由衷真挚的去爱天下你认为值得你爱的人，这就是仁。这是一种非常难以达到的境界，但是我们必须努力地追求并达到这种境界，因为一个不仁之人绝对不会真正尊重并推行周礼的。天下无道，礼崩乐坏，违礼之事不断发生，屡禁不止，正是由于执政者心中无仁，无仁必然无礼。我希望你们
今后无论走到哪里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灾难，都不要放弃对仁德的追求。今后我的弟子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此。父亲，歇一会儿吧。祭祀祖先的准备都妥了吗？父亲，我不是早就对您说过吗？一切都准备好了。把义务准备好了吗？凡鱼拿来了吗？父亲，八一五是君上祭祖才可以用的，凡鱼也只有君上才能够佩戴。父亲，祭祖若用八一五与凡鱼，过人会说父亲僭越周礼。我为这个国家操了12年的心，我应该用八一五戴凡鱼。人老了都会变得古怪，就按家主的意思办吧。我要用八一五，八一五，八一五为天子所用，就是鲁国君上也只能在祭祀周公时使用。他怎么敢用八一五呢？十多年来，他一直代君执政，他想用八一五也在情理之中。大夫只能用四一五，他如果用四一五，我才可为他相礼。他已是风烛残年，大概只有最后一次祭祖的机会了，你就成全了他吧。不行，越是暮年之人，越应该为后世留下行为的规范，怎么能以此作为僭越礼制的借口呢？我今天来不是来求助于你，而是来帮你。这又是一次机会。你胸怀大志多年，难道甘心永远做布衣夫子？天下无道，隐而不出是最好的做法。我将学问教于弟子，并传于天下，这种志向，难道说不远大吗？不知你想过没有，你始终不能得志的原因，是不是过分拘泥于礼了？绝不能归咎于礼。当今天下无道，礼乐不兴。孔丘的所为，正是为了全力的推行周礼。至于孔丘是否得志，那要看周礼是否能在天下推行。如果行不通呢？不会。当今天下人心所向的是安定昌盛与公正，唯有周礼可以帮助人们实现这些愿望。因此，人们迟早会重新认识周礼，并付诸于行动。告辞了。
既是八义五御厅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他之所以做出这些违礼的事情，不是因为他不懂礼，而是因为他心中没有人，放纵自己的私欲，才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践踏礼乐。夫子，我还不十分明白。什么是仁？克己复礼为仁。那如何去做呢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父亲，您在想什么？我忽然感觉到，这一生我什么都得到了，又什么都没得到。这番禺是今生所用，我去了以后，你把它送还君上，我不怕被别人指责。你不行，你还年轻。今后你要谨慎行事，要记住三家一系，国家就不会出大乱子了。养活在臣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不是想让反对我的人取代我吗？拿进来，把人头拿进来。自今日起，季氏的家政由我做主，国政我也得过问。蒙氏，不要隔壁蒙氏，
要革新盟誓。我是一家之主，却要听从一个家臣的摆布。祖先创立的家业就要毁在我的手里。何止是你的家业，如今杨虎执掌国政，把我们全部放在眼里，只怕是我们三家都要毁在他手里了。杨虎专权是与你父亲的所为分不开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三家同一祖先，本该同存共荣，而你的父亲过于专横，上行下效，影响了杨虎这样的人，他是咎由自取。孔夫子讲复礼是有一定的道理的，没有礼势必名分不正，其家族也将会产生内乱。如果按孔丘所说的礼去行事，我们三家的兵车都要交给君上，君富贵了君上，我们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？我的意思是，目前我们正面临着危险，所以需要孔子复礼的主张，并非要将我们的兵车交于君上。所谓复礼，就是按祖宗之制行事，家臣不能有过多的权力。这想法不错。杨虎能答应吗？那就要看我们三家怎么去做了。杨虎不是个好对付的人，听说他也要请孔夫子帮助他。嘿，嘿。你们看，我是不是老了？兄长雄风依然，怎么说老了呢？与季氏相比，如何？宰臣的才能不在季氏之下，而在季氏之上。那么，我代替季氏是不是称职啊？季氏能代君上执政，宰臣为什么不能代替季氏呢？古人言：“社稷无常奉，君臣无常位”嘛。再说宰臣是孟孙氏家族的人，鲁桓公的后代，论其才略，代替季氏理所当然呢。我所以为本家效力而来继父为臣，就是为了这一天。二十多年了。禀告杨虎大夫，我们奉命去行孔丘，他还是借故推辞不来。兄长，你家臣身份掌季氏家政，执鲁国国政，像孔丘这样忠君好礼的人是不会赞同你的，即使你亲自去请，他也未必会来。随他去吧。不，一定要请他出来。自从我代替季氏执掌国政以来，国内大夫士人多有不满，要是国家安定下来，不可不利用孔丘。所言极是，孔丘不仅人才难得，而且弟子众多，已是鲁国举足轻重之人。他一直想着出仕为官，只是没有机会。宰臣如果能够请他出仕，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既请他出仕，也利用他的名声。可他根本不来见兄长，怎么办呢？我有办法了。
我们奉杨虎大夫之命前来送礼。告辞。依照礼仪，受礼之人如未能当面接受，必须亲自登门致谢。杨虎几次派人来请，夫子都推脱不去，如果登门致谢，不正中杨虎诡计吗？我看杨虎也非知礼之人，何必以礼相待呢？夫子如不能按礼仪登门致谢，国人就会说夫子无礼。我有个主意，杨虎是在夫子不在时前来送礼，夫子也可以趁杨虎不在时前去致谢，这样既不会失礼，杨虎也不会责怪于夫子。兄长，真让你猜着了。夫子，怎么办？既然遇上，那就迎上去。驾！驾！吁！孔丘正欲登门致谢，不想途中相遇。今日再次相见，实属天意，请与我一同回府。杨虎正想请教于仲尼。既然路遇，就在此道谢吧，不必再去府上了。你是不愿意见我吧？告辞了。慢，我有话要讲。仲尼，我想请你出事来帮助我。我没想过出事的事儿。真的吗？好，就算你没有想过，现在你不妨认真的想一想，帮助我执掌国政，安定鲁国怎么样？我知道你是个有大志的人，这次可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呀。听说你时常谈到人，我想问你，有德性的人听任国事迷茫而放手不管，能算是仁人吗？怕是不能算仁人吧。自己想出事，却又屡屡失去机会，埋没才华，能算智者吗？怕是不能算智者吧。仲尼，时光流逝，岁月可不等人呐。为了你的志向和众弟子的前途，请你认真地想想这件事情。好吧，让我认真的想一想。好，我恭候你的回音。告辞了。
夫子，你真的要出仕为官吗？学了治国之道，难道只是作为摆设吗？由杨虎这样的乱臣来请夫子出仕，不是玷污了夫子仁德的美名吗？最坚硬的东西是磨不薄的，最洁白的东西是染不污的。大夫专权，陪臣之国命，是夫子最为痛恨的事情。如今夫子竟然要同这种祸国小人共同谋事，国人会怎么说？你和杨虎一样，都没听懂我的话。今天征得三家大夫的同意，领大家来到此处，就是为了观看此物。夫子，这是什么器物啊？漆器，也就是我曾跟你们说起过的釉作之器。鲁国先君将此器置于自己坐席的右侧，时时借以警戒自己，在他身上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？仲由，把水倒进去。停一下，漆器中的水倒至一半，它就端正。仲由啊，接着倒。此器无水则邪，水满则富，只有水量适中才能端正自身。他告诫人们取中为正，过犹不及的道理。夫子，这便是你经常谈论的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吧？是的，所谓中庸，就是指做人处事要直中而用，力求其正，既不可不够，也不可过分。中庸，那么怎样做事才能符合中庸之道呢？季大夫能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孔丘十分高兴。我们只有内怀其人，外依其理，才能合于中庸之道，并依据中庸之道使内心与外表和谐一致。但是要真正做到中庸是很难的，天下之事无时不在变化，只有人与理是不变的。因此，只有坚定地持守人与理，并能够审时度势、灵活处置，方能够不离大道。我明白了，夫子之所以含糊其辞地回答杨虎，既是为了保全美德，不同流合污，也是为了不失礼仪，这正是中庸之道，对吧？也可以这样理解。一个人想为国家的兴旺而出仕是对的，如果时机不成熟而急于出仕，就不符合中庸之道了。当然了，如果时机成熟了还不出仕，也不合中庸之道。以夫子之言，中庸之道对于为人处事是至关重要的了。是的，即我多年治学所得，仁、礼、中庸三者缺一不可。在人生道路上，中庸可以使你心地端正，少做或者不做错事，使你以正确的方法实现你所追求的志向。孔夫子，您说的好极了。将来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。